On évolue grâce au très haut. On sait tous que c'est dur de vivre dans un ghetto. Baba God guide de ça que pousse nos idéaux. La vie c'est pas la course, chacun gère son tempo. Jamais baisser les bras, malgré la jalousie. Pourquoi vous la même nuit? Mon ami réagit, et prends confiance en toi. Le bonheur est devant.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 YouTube 自己的家。我知道 long time no see， 我最近特别忙。第一，我去画了东西，所以我不能录视频什么的。第二，要放假，国庆假期，所以得录好多节目，所以没有时间给大家，录视频、上传视频。但是今天我只是想聊天和准备一下出去喝咖啡，大家觉得怎么样？OK， 但是最近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洗脸的韩国的，特别特别的喜欢。最近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洗脸，你看，我先等一下，然后呢，今天我的头发也不一样，因为。放假了，我就觉得如果你的皮肤特别油，还是你有那种痘痘，如果你有好多痘痘，你可以用这个洗脸的，就觉得特别好用，对我的油性皮肤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一下。好的，洗完脸之后我要用那个 Dermatologica 的 Daily Microfolio， 因为上次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在用，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用。放一点水，然后你觉得特别的好用啊，买，所以我的皮肤特别好。我也觉得护肤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保护你的皮肤啊，让你的皮肤更好，就是特别重要。记得你要按摩你的脸60秒才能有效果。我看在网上都在做这样的，所以然后有续摸。好的，我洗完澡之后我先涂我的点点点点。所以太，我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每个月做了一次，就是会用我的脸涂抹。会用我的脸脱吗？我就觉得特别好。我看其他美妆博主也是这样的，他们是脱吗？他们觉得你上妆以后会特别的好。但是我一两个人已经试过了，我就觉得也挺好，不错的。要慢慢的，不要太着急啊，还得注意安全。要慢慢的，不要太着急啊。我每个月会脱毛一次，
在这儿，在这儿，底下也是我每个月会脱毛一次，我就觉得脱毛之后，哦，哦，舒服，好看。嗯，那现在我要用我的 Bixi 放一点在手上，加热一下，涂在脸上。我上妆之前我要好好的保护我的皮。特别好看，现在我不知道要不要化妆，但是出去还是得化一点妆是吧？好，化妆不化什么妆，我在想我是不是得先提亮啊，我每次都喜欢提亮，但是外面比较热。嗯，这是我的，都是我的你妆前乳，我所有的妆前乳都在里面。对，我用好多好多好多，我所有的妆前乳在里面。那现在我要提亮，我提亮，我今天要用那个灰色的 Glitchy 这个公司，我觉得这个公司做的产品不错。 Glitchy 我觉得特别好用，提亮的还是让你的妆特别好看，简简单单的化妆。但是我的皮肤特别好看，所以我不用。我已经涂完粉底，因为我不想让这个视频太长。我用的是 Estee Lauder 的粉底液加一个一点一点的那个 Huda Beauty 呢，我就觉得效果特别好，也没有那么亮亮亮，反正我就是涂那个腮粉不会这么亮，但是我就觉得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好，现在我要遮瑕，遮瑕我要用粉底补气的遮瑕膏。我今天要用两个遮瑕，一点一点在这，一点一点在这，一点一点在这。遮一下黑眼圈。是啊，最近我还是喜欢，提亮一点，在这儿，一点一点的在这儿，提亮一点一点。什么艾叶，我就是这种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看起来就是没有好好的睡。我现在要用我特别喜欢的腮粉，就是 Huda Beauty 的库纳法，我特别喜欢这 腮粉提亮。我觉得效果就是挺好，一点一点也不错。
那我要给我的全脸定妆，我用 Lancome 的腮粉，透明的，没有颜色的。因为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已经画完眉毛。现在我要用眉毛膏。Anastasia 的眉毛膏。我先用我的 P Louis Base 就是眼影涂眼影之前的地方，这是四号，这是二，我觉得亮亮的，但是以前没有其他颜色。那我先要用这个眼影盘，眼影盘咖啡色的颜色，就是先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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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
个眼影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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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看，很贵，真的很贵，但是好看。这两套有点好，这两套有点好。我 sorry 大家，我没看出来，我不在录了。Oh my gosh， 我是用这颜色在外面放的这，然后这近色我放在这，里面那个我是用它的放在这。呀，我没有看出来的是它不在录了 ，sorry 大家，下次来你们看看。因为我说这是认真的工作，认真真的的工作。我每次画的不太好，这是Kat Von D的 Tattoo Liner， 我买了很多这么小，因为你去旅游很方便，是不是？你去旅游的时候会很方便。我从里边开始，因为我知道我从外面开始，我不会画的这么好。这是 Too Faced Better Than Sex Mascara 睫毛膏，因为我出去吃饭、看书，我不用太，我不用太专业。
我现在要修容，我用 Fenty Beauty 的 Mocha Mami Sunstalker 一点点的修容，一点点的修容，不用太多，不用太多，因为我就是吃。你看一个去看书的人是这么化妆，太过分了。那现在啊，讲睫毛，Don't move. 因为我去看书嘛，我不用，我就是觉得我不用涂口红，我就是涂了那个 Glossier 的唇膏，最后还是得定妆。定妆我是怎么定妆呢？我把我的定妆泡。Beauty Blender， 然后是这么的定妆，没有时间，让它。那我现在准备出去，我出去之前我要带我的 Blotting Powder 腮粉，就是定妆的，就是 Fenty Beauty 的，我觉得。如果你的鼻子有油啊什么的，你可以很快的啪啪啪就可以，这个是特别好用的粉底液的。好，那一会儿见。On évolue grâce au très haut. On sait tous que c'est dur de vivre dans un ghetto. Baba God guide de ça que poussent nos idéaux. La vie c'est pas la course, chacun gère son tempo.Jamais baissé les bras, malgré la jalousie. Pourquoi vous la même nuit? Mon ami réagit et prend confiance en toi. Le bonheur est devant.